哎，阿勇，在这里等我。我在忙着回复我1000个顾客。现在还要用手动来回复卡怎么了没？啊，不然。现在有 auto reply， 所以没有 auto reply。auto reply 什么来的？现在有一个最新功能叫 my chatbot， 它有这一个 auto reply 的功能来的，很简单罢了，我来教你。真的假的？来，首先第一步你按这个，然后第二步再按这个，再来第三步这样，最后第四步这样就好了。哦，这我就可以每天不用那么忙的去回复我1000个 customer。 没有错，你不懂这功能你就 out there 了啦。真的假的？太感谢你了，你是我的救命神啊！不客气不客气，以后不要再手动 reply customer 了啦。好，谢谢你。装上去。